火烧、慢煮，厨师们各出奇技，务求为观众带来视觉味觉双重享受。由旅游局主办一连两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厨艺表演，于今日在雅文湖畔揭幕。来自20个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青年厨师于本周末轮番上阵，即席炮制美食创作，展示各城市文化。不同的世界美食之都在这里，现在这样热同场演竞技，就我们会见识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很多不同的技法、原材料、很多不同的技术。宣传一个品牌、我们是竹升面、我们、连续七年米芝莲推介、省港、港澳。除了可以一睹名厨献技，市民亦都有机会亲自品尝。厨师们表演完毕后会将制作的佳肴免费派发，不过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美食试咗几样嘢，好好啊，系啊，系啊，好好味噶，有个蒲谷嘅乜嘢，蒲谷餐嘅嗰啲嘢又好食喎。一个蟹饼和杏仁茶，澳门最吸引我的就是美食啊。今次活动大会将使用环保餐具派发美食，同时亦都呼吁参加者自备餐具。除了今次厨艺表演之外，以美食与创意的可能性为题的论坛亦将于周一展开，推动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发展。